喂，大叔，你抽烟吗？我不抽烟啊。那你喝酒吗？我也不喝酒。正好，我给你50块钱，就当你今天捡瓶子的费用。你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现在去带我女朋友过来，给她看看不抽烟不喝酒的男人是混什么样子的，知道吗？你看看，这个就是你所说的不喝酒不抽烟的男人。咦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每次去你家都找不到你呢。嗯，他是谁啊？你们怎么认识的？他就是房东啊，你怎么把他带过来？哎呦我的妈！房东你也在这里哈、啊？你已经2个月没交房租了哦。能不能玩两天呢、啊？你男朋友有钱呐、啊，刚刚还给了我50块钱。有人。他比我还穷呢。好吧，不能再拖了，过两天我再去找你们。这捡瓶子的费用呢，你就先拿回去，我还要去其他的地方收租。我靠！你好，这里是高端小区，非凡小区，请出示一下你的出入证。我是这小区的。不，你不是这个小区的。你怎么知道我不是这小区的？你好，非凡小区，请出示一下你的出入证。滚！滚！你看，这才是我们小区的。你好，高端小区、非本小区的，请出示下你的出入证。我不是小区的，没有出入证。那你不能进去。哦，不好意思，请进。为什么他不是这个小区的，你要放他进去？你是新来的，要学着点。背心打底、短裤、人字拖，在广东这种配置，不是拆二代就是房东。他不是这个小区的，但这个小区是他的。他不是这个小区的，但这个小区是他的。我靠，不行！ Welcome to the 广东。转眼间又过了一个月，除了老了一点，生活还是没有改变。在这个繁忙的城市里，电动自行车是我的主要代步工具。看到那些带着目标为梦想打拼的人，每天都过得那么开心，那么松弛。回头再看看迷茫的自己，感觉自己一无是处。慢慢的，记忆力越来越差，经常会忘记了自己该做的事情。喂，你什么时候过来呀？我等下还有事呢。你哪里的？怡景岩这边啊。怡景岩，怡景岩啊，好好好，我现在马上过去，我都忘记了，不好意思哦。好好好，拜拜。不能不要让我每次打电话提醒你才过来呀，房东。你不打电话我都忘记这里还有一栋了呢。这个月水电费加起来总共2580。我太难了。好的。走了。哎。这种迷茫的生活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啊？这年轻人，关注我，带你了解广东人的生活。喵靓仔，可以采访你一下吗？可以啊。我假如你有100万，你最想干什么呢？啊？多少啊？100万。嗯？100万？啊，你想吓死我啊？我还以为只有100的嘛。我还以为只有100的嘛。靓仔，可以透露一下你是哪里的？广东的。